妹妹，请问你是男生吗？不是的。妹妹，你叫蔡依林吗？叫蔡依林。妹妹，杰伦哥来唱一首歌给你听，好不好？我接点一个小妹妹好了。哦，来，就是你，妹妹。Hello。你好呀。妹妹，你 Hello 呀。Hello 啊 ，Hello 呀。妈妈是本地人吗？请问。是，我们是成都的。成都的，欢迎你们来到成都。谢谢。哦，我们是四川的。妈妈，你是四川的。妈妈，你是不是骗我？你们明明是四川的，还说自己是成都的。哦，四川成都也是四川，都是啊，没骗我。我知道了，妹妹很喜欢澄清的动作，所以我们一直说错的话，她就会一直纠正。对，妹妹，请问你是男生吗？有用哎，有用哎，有用哎，妹妹，你叫蔡依林吗？叫蔡依林。然后换我，那个，你来，妹妹，杰伦哥来唱一首歌给你听，好不好？考虑了啦，等一下他如果突然说好，那不是很伤感情吗？真的，我也没办法。什么歌？时光机。哇，妈妈，为什么妹妹会想到时光机？哦，他是说五月天你们是不识字吗？我背后不是有写吗？写那么大还看不懂。好后悔，好小心，谁把我拉回去？我愿意付出所有爱，换一个时光机。对不起，独自回荡在空气，没人听，最后要虚度等到天明。最后又是不等到天明。